我怕虫子，我看那个蟑螂啊什么这种，我还好。是吗？啊，对。我最害怕它。对。蜈蚣啊什么的。特别害怕那种这样的肉虫。我怕软体动物。我害怕耗子。啊。嗯。我怕高，不怕冷，所以我怕高冷。我会放指压板，指压板，对，那太饶他了，给他弄一个1.6米的水。我要给总导演这么设计，第一层打开了，还可以打开，隔着第三层打开，让他一直体会那种感觉。明白，明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，那太多了，指压板、小竹笋、弹射飞仪，给他放里边，进去之后再给弹出去，反正什么恐怖放什么。你觉得他最害怕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他最害怕的，怕头发乱，导演头发绝对不能乱。他的偶像包袱可以达到几斤？他绝对200斤，我跟你说，200斤，200斤以上。希望他有一招，一直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一期节目，然后看我们怎么整他。我会给他放一个蛋糕吧。他还是挺辛苦的。